听闻玄沙垛垛主大寿，大宴武林，大家伙儿都是去讨个彩头的吧？可不是嘛！听说云舵主那拜把子大哥也要到场，好几十艘礼船，给足了面子呢。哦，那这位云舵主想必在江湖上名声很好吧？我们老大爽得很，把谁都当兄弟，都是掏心窝子的好。纵然是你们这些无名小辈，也有好酒好菜招待。此番初入江湖，还是得寻个好去处长长见识。听起来，这玄沙垛倒是个不错的选择。这些尸体已经冰冷，似乎死去多时了。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此地危险，还是赶快疗伤要紧。记得好像有人带了金疮药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这该死的锁链，谁来帮我一把？好像有人在呼救，快过去看看。等一下，我这就救你们下来。这里好像有把武器，虽然不怎么趁手，还是先拿着防身吧。多谢了啊！你学着点，做人就要这样爽快。若不是你婆婆妈妈的，我们怎么会被打晕掉在这里啊？好好好，都怪我，行了吧？我叫蓝启云，他是古云轩，谢过少侠出手相救。这袍子你拿着，就当是我们的谢礼了。你快换上，随我们杀上一场。海云，你慢点儿。小的们，放箭！年纪轻轻，偏生为这些不相干的人趟着浑水，怕是今天要把命送在这里了。
抢活。传开了，不要恋战。执迷至此，废话少说。你为个不知真假的破药，伤及百千活人，你之兄弟们于何地？置我于何地？置道义于何地啊？道义能当饭吃，能当刀用，能杀人，能救命，统统都是狗屁。弱肉强食才是江湖的规则。人血泡出来的长生，老子不要，也不准要。我是对不起兄弟们，但我对得起你。你几次三番拦大哥，今日恩断义绝。宝儿，他敢接我一刀，摆得正好。痛快痛快，再尝尝我这一招。狼头小儿，可敢接我一刀？圣药，给我圣药！他症结发作，抓住机会。
你还好吧？看你冷的。多谢这位大哥搭救。哎，别谢。敢问大哥，我是那，瞧见这白茫茫山头，这龙潭，这雪松没？你这是来到我大华山顶上喽？烧酒来了，二位客官。干了这碗。久闻华山侠义之名，晚辈想要拜入山门，不知有何进讲？屁！这位小哥大约是很久没在江湖上走动了吧？我华山派确实侠肝义胆，铁骨铮铮。只是这几年，这几年如何？嗨，都是江湖上瞎传的，不听也罢。No。化身武当昔日的旧情，滚你娘的旧情！师弟，老子齐你！晚辈有眼不识泰山，你想我传你一套功法？气贯周身，似乎领悟了一套初级剑法。走吧，记住，任何人问起，你只当从未见过。这便是华山山门了，气势。何人在山门外喧呼？
所来为何事？既然如此，如果陆羽还是，当如何？所来为何事？既然如此，如果陆羽不对待头目不错，心中有浩然正气，让我看看你的身手。你找那边练武的弟子切磋交流一下试试，记得点到为止。对不起，我没收住手，师兄何必自己负伤也要让我？是我没掌握好分寸，师弟不必自责，要赶紧止血才行。师兄，请忍耐一下。你现今是我华山，是我没有住医馆，在明剑堂往西面上坡就是，去吧。前人掌门也因此将齐无悔师兄革出名籍，逐出门派。让开，我要去找齐师兄。风师兄莫要为难我们，还是回去好好疗伤吧。你们在做什么？两个欺负一个算什么好汉？哪来的小师弟，不要添乱。齐无悔的脑壳是棒冰做的吗？不是师兄的错，师兄不是故意的。行行好吧，凤大爷，不说给我们医者添麻烦。